身边，约了朋友一起到那街上去走走，找不到好吃的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。我开着车子在城里乱乱走，拥挤的街道就像我的心境，不安的心没有方向一直往前走。当车子经过阿福街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什么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我看见了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的东西。你曾经对我说你没有男朋友，为什么你还要让他牵着你的手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我看见了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的东西。那到底算什么？我已不能忍受，如果下次再让我看到牵着你的手，我要绑着他的手，我要剃光他的头，我要咔嚓咔嚓咔嚓，让他永远抬不起头。街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什么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我看见了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的东西。你曾经对我说你没有男朋友，为什么你还要让他牵着你的手？到底是什么？我看见了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的东西。那到底算什么？我已不能忍受，如果下次再让我看他牵着你的手。